你还能抬头见人，不错。除了检讨之外，你还有什么打算？我请求组织上处分。你总是请求处分，你就能不能少犯点错误？我要求回部队，锻炼改造。要逃避是吧？不，不是逃避，是重新开始。部长，我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哪怕降几级，从当兵开始，我也愿意。让我回部队，让我从头做一个军人。检讨我留下，处分不处分，那是组织上的决定。是。家里还好吧？郑媛媛她想静一静。林斌，你如果过不了家庭这一关，你就很难成为挑大梁的人才，所以你务必慎重地对待这个问题，因为你不属于你个人，明白吗？小窝吃了啊，怎么样？整得跟首长似的。我听说你要转业了，还主动要求的。啊，现在干什么呢？做生意。哦，跟郑媛媛一样。什么意思？合着全中国做生意的都和郑媛媛一样？不是，你说你一个当兵的，一天到晚张口闭口做生意，你还像个军人的样子？对不起，不是啊。什么不是了？不是军人了呀，也不是您的部下。哎，现在您不能命令我，我现在是普通公民，合法纳税人。您的首要任务呢，是要保护我们这些人的人身安全。你看你这得意忘形的样子，你说你从小到大你干什么？你干成过？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做人，踏踏实实做事，做生意丢人。哎，爸，您这是不读书还是不看报啊？您不知道这中国正从这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，啊？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吗？市场就是生意。这生意人怎么丢人了？我告诉你，中国要发展，要进步，就得有我们这些生意人，先行者。不是我觉得您还得深入学习一下这个中央文件，真的，要不然的话，您没法适应这个新时期、新要求。哼，我看你别的没练成，这嘴皮子练的倒不错。我说老白啊，你可别拿老眼光看儿子啊。白杨这几年为什么没干出大名堂来？就因为他没能发挥他的长处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工作特别适合他，我了解了，啊，你看啊，他们这个公司啊是国家的企业，啊，他们总经理呢又是个军人出身，白杨在那部门是他们公司最重要的部门了，可以说白杨现在是他们总经理的左膀右臂，左膀右臂呀，没点真才实学行吗？白杨现在在策划一个三大战役，他做生意跟三大战役扯得上吗？嗨。就是打个比方，比三大战役规模大，动用了几百个关系啊啊，连苏联军方最上层都给疏通了，那个叫易经货，说了800遍了，易货，妈妈现在脑子不行了，易货贸易，说白了啊，就是拿咱们国家的轻工产品换苏联的木材、钢材、石油、汽车、飞机什么的，几千万的交易呀、啊，是不是白杨？啊，滚俩去！嘚瑟什么嘚瑟？就你这块料，还几千万，还换飞机？你做梦去吧你！
哎，我这些没脑筋的真是没法交流。白杨他现在，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了。以前还觉得他就是发发脾气，有小心眼儿，可现在动不动就暴跳如雷的，成天发脾气，跟个神经病似的。做生意的都这样。原来他在文工团的时候，一天到晚喝茶看报纸，你不是嫌他没出息吗？现在人家做大事儿了，脾气自然也大了，受不了了。不光是脾气大，他整个人都变了。他冷淡你了？杜鹃。我一直搞不清楚，你跟林斌到底还有没有可能？你有病啊！没事又提这干嘛呀？你从来也不跟我说清楚，我就不知道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。我和林斌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就像是我的一个亲人，他关心我，我也关心他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和白杨分手了，我和林斌也不可能在一起的。怎么说你才好呢？怎么活的？看来这艺术家跟老百姓还就是不一样啊。哎，我可听说白杨现在住在办公室里，我觉得吧，你应该去跟他谈一谈，就你们两个人好好谈一谈，这样下去不是回事儿。你去跟他把你和林斌的关系说清楚不就完了吗？你觉得他能理解吗？是个男人都理解不了，那得看你怎么跟他说了。你傻了吧唧跟他直来直去的，那能行啊？你就去跟他说，你就说你跟林斌没事儿，永远都不会有事儿。你们两个人都是有家庭的，都是负责任的人，不就完了吗？我怎么没和他说过？他根本就不听。白杨要的不光是老婆，对，他还要爱情，多难得呀，杜鹃。他跟你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人长得挺精神的，现在又是高级白领，对你还这么一片痴心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珍惜呢，大小姐。这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和丈夫。那你怎么不知道珍惜你的丈夫和家庭啊？我都安排好了，对，海关打过招呼了，对对对，不是，你这都可以放心，完全放心。是这样的，您得给我盯紧点，真的，拜托了。老毛子那边警方得有人，啊，行，成，哎，货到我就放行，成成成，哎，这么着。
哎，那个，来也不打个招呼啊？有事儿啊？你们那个是不是要裁员了？听说这批闹特凶，特紧张是不是？起来。干嘛？起来。有事说事，大家得应酬。起来！你喊什么喊啊？啊？你在家没闹够是不是？非得跑我这地儿闹是不是？干嘛呀？干嘛要这样？什么干嘛这样？你别莫名其妙行不行？到底想干嘛？什么？我想干嘛？你到底想干嘛？啊？下了班不回家，你想干嘛？转转转什么转？行，回去。别碰我！走！你没完没了是不是？啊？我这几天干嘛呢？我闲着了我。我做多大单子你知道吗？我上面老总天天盯着我，下面人天天盯着我，我是不是夹板气啊？我干嘛呢？过不过了？你是不是我老婆？啊？你就把我逼疯啊你！行了，我这几天不回家，把这脏衣服拿回去。哪里干净？以前我不想出国，是因为在这里我还有一个牵挂的人。现在我巴不得赶紧走，你抓紧点吧，在我走之前咱们赶紧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干嘛这么急啊？我现在巴不得和你一刀两断，从此不要再见面，不要再有任何联系。你不关心我会受什么样的处分吗？我问过我爸了，他说你这种情况会受到一定的处分，但是不会太严重的。你是个人才，部队很需要你，放心吧，你不会离开部队的。真的很对不起，这段时间让你过得那么难受，都是因为我连累了你。如果我离开能让你觉得幸福的话，就算是我对你的一种补偿。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别再想了，也别太急着做决定，让我们都好好想想好吗？你也想赶时髦啊你？别的你不学我，离不离婚学也挺快的。我没有和你开玩笑，我真的要离。为什么？
哎，我跟你说那么半天白说呀，不就是一根项链吗？你至于的吗？还不至于，这是男人做的事儿吗？流氓。没有那么严重，你有没有什么真凭实据？还要什么真凭实据？他这么藏着掖着，怕让你知道，那最起码也是对你的尊重。尊重？这都什么歪理啊，说反话吧你。那你说你到底是为什么要离婚？是因为他有什么情况呢，还是因为他撒谎？这可是两回事儿。一回事儿？这怎么能是一回事儿呢？那是不是他不撒谎你就能原谅他？你是不是知道白杨什么事儿啊，瞒着我？我能知道什么事儿啊？什么最好的朋友都是骗人的。骗人？就我跟你说真话我还骗人？现在做生意的男人就这样，你要想让他有事业有钱有地位，你就不能把他拴死了。再说了，那白杨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没数啊？啊，那我觉得他对你挺好的。你知道现在男人都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吗？你看看你自己，一点女人样都没有。我要是你老公，不定在外边有多少女人呢。你跟我说实话，白杨他到底怎么了？哎，你这个人听话往哪儿听啊？白杨他没什么，他那么在乎你，你想一想，当初你跟林斌那档子事儿，他为什么要吃醋？还不是因为他爱你啊？别往林斌那扯。哎，干嘛去啊你？回宿舍住。行了吧你，坐下。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你别说苏若现在没你住的地方，就是有，你这么一去，弄得满城风雨的，那白家还不得骂死我？你这人就是虚伪、自私，随时随地想着你自己。好，你真诚，你真实，你是天底下最真的人，行了吧？可你真别太较真儿了。你不是那种女人，你不能离婚，不适合离婚，除非你跟林斌有戏。我给你算笔账啊，假如说你爱林斌，林斌也爱你，那你们俩同时离婚，然后幸福结合，那当然最好了。可林斌要是离不了呢？或者是白杨不干呢？你怎么办？你离婚以后怎么办？你又跟我说啊，你和林斌又不是那种关系。总之一句话，你不能离婚，绝对不能。大不了我一个人过。我一想到这些事情，心里就难受，受不了，真的受不了。君，哟，儿子，你今天怎么回来了？忙完了？杜鹃呢？哎呀，谁知道他呀？一晚上也没回来，是不是找什么人去了？怎么样？你让杜鹃接电话，我知道他在你那儿。你把电。你们又吵架了？不是。可能真的生气了。回头帮我劝劝他。为什么呀？哥。
告诉妈妈到底为什么。不信眼吧，没事，您就说都是我的不是，然后说我承认错了，反正爱怎么说怎么说。你到底犯什么错误了？不，就这么一说，您认为？你不告诉我清楚，我怎么劝他？他那牛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怎么就这么费劲呢？我自个儿去，自个儿去。哎，都什么时候了都？这添什么乱呢？这是，我待会儿得开个会。我货到哪儿了？伊尔库斯克。不是来这手，这他妈！没事，您早点睡。放开，好看呀！放开！你甭跟我废话啊！我那货已经到边境了，我成宿睡不着觉，你知道吗？我眼睛快累瞎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帮我就算了，你别成天跟我找事。从今以后啊，你忙你的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离婚报告我已经写了，明天我就交上去。你疯了吧你？离婚报告？你是不是丢我人没丢够是不是？啊？问你呢。我怎么找到你这么个女人？从今以后，我不再是你女人了，你爱骂谁骂谁去。是大没跟你说什么？啊？你别听他瞎扯行不行？不就项链吗？啊？你至于想那么多吗？大没什么也没跟我说。哎呀，我们真的算了。我们分开吧。你这个样子真让我担心，要不然你就骂两句，别这么委屈你自己啊。我什么也不想想，我就想睡觉，我再也不想见这个人了，一辈子都不想。来了。呀，黄阿姨，你怎么来了？杜鹃，你婆婆来了，快起来。黄阿姨，那要不然您先坐会儿，我给您倒杯茶。哎，不客气，您先坐吧。哎，别客气，大梅。没关系。在这儿呢，杜鹃。杜鹃，你知道白羊这几天忙成什么样吗？你知道他一天睡几个小时觉吗？他同事跟我说呀，说他前天、昨天加今天36小时没合眼了。你说他图什么？啊？我真搞不明白你们俩为什么总闹别扭呢？夫妻之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？你也都看到了啊，我和白羊他爸爸不是也经常有个磕磕碰碰的吗？这日子不都这么过来的吗？我觉得呀，你也不能全都怪白羊，你这孩子脾气太拧了，太爱钻牛角尖儿。你说你到我们家这几年，你帮上白羊什么忙了？什么都没帮上。反过来，白羊都替你啊提心吊胆，替你操心了。你说你是不这有点太不懂事儿了吧？黄阿姨，您先喝点水。
哎，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杜鹃呢？她这两天有点神经衰弱，白羊回来呢又没个准点儿，她睡不好觉就心里闹得慌，所以她就想到我这儿来住两天，反正我也是一个人嘛。嗯。大梅不是外人，啊，我想有些话吧，我就说白了吧。白羊在公司担任的是要职。他干的都是大事儿，你憋屈的那点小事儿跟他根本没法比呀。如果因为你的心情不好影响到他，影响到他工作，使他有什么闪失，我觉得你，当然包括我啊，咱们都担待不起。我什么时候影响他了？白羊对你可够好的了，真的。我这来是他逼我来找你的，你可进去大院你打听打听去，你看看哪家儿子有这份心。我觉得你应该珍惜，别动不动啊因为一点小事儿就闹矛盾啦，吵起来啦，离家出走啊，这传出去影响太不好了。你让白羊，让我们全家人都没法做人。王阿姨，您别着急，杜鹃呢，她没有这个意思，是吧，杜鹃？妈，您回去和白羊说，他干他的大事儿，以后别来找我。从今以后，我和这个人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怎么这个态度啊？哎，我不明白了，白羊怎么着你了？你这么不依不饶的？你应该考虑考虑你的处境。我听说这次裁军啊，团里第一轮就考虑到你了。要不是叶子莹在那拦着，你早走人了。真的，你年纪也不小了吧？走到社会上啊，要学历没学历，资质平平，你说你能干什么？我还不是吓唬你。白羊现在身边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多的是，你跟他们比一比。你算什么？阿姨，您要这么说话不太合适吧？你是来解决问题的吗？那白羊他要是喜欢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，找杜鹃干嘛呀？没这个必要啊。再说了，还得扔您到我这儿来，我这儿还没电梯，您还得爬楼，弄不好把您累着什么的，我跟杜鹃可都担待不起啊。你说什么呢？哎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杜鹃，从今往后，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好吧？我就不相信，离了你，我们白家还不活人了呢。白羊，白羊，白羊，我这次犯事儿惊动了你们全家人，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你和阿姨道谢。说心里话，我挺感激你的，谢谢。谢我干什么呀？其实我没那么高风亮节。真的，我心里想什么你特别清楚。其实我可盼着你好了，知道吗？我真他妈不愿看见我老婆天天为你忙活。真的。最近我怎么没看见杜鹃呢？可
可能下部队了吧。哦，我说呢，今天我在大院看见个女孩子背影，特像她。我心里还说呢，这孩子怎么不回家呢？你儿子几天没回家，我也没看你这么关心过呀。男孩子嘛，怕什么？你就是偏心。我跟你说啊，杜鹃不听话和你直接有关系。哎，最近和杜鹃是不是又闹什么矛盾了？跟他闹什么矛盾？啊。哟，儿子，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在办公室盯着吗？怎么货到了？哎，你们顺道带点你们那吃的点心。啊，不是老总赶我回来吗？我自个儿也待不住了，我们那货明天晚上到边境。我现在心里特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敢守那电话机边上，我再守着，我非得心脏病吗？你说孩子容易吗？哎，对了，那个，你待会儿去一下我房间啊。累成这样，你先睡觉，睡醒再说。哎呀妈！爸，我先回去了啊。我去找郭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这回铁心不回家了。我明天再去找。哦，儿子，妈妈明天再去。你睡觉吧，你看把你困成什么样了。啊！你干嘛呀，儿子？白杨！哎呀！上辈子欠这个丫头片子的，她怎么这么折磨人呢？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叫杜鹃接电话。嗯，那个，杜鹃她已经睡了。那你叫她起来。他真在下边呢，要不然你先闭一下，我去跟他说。不用，你是不是喝酒了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停车，你停车。有什么话等你清醒了再说。你玩什么呀？我今晚回家住，你跟我回家。我不回去。我求你了。我不想回去。别逼我行吗？我现在情绪很不好。回家，别的事我们都不提了。我原谅你。你原谅我？我有什么要你原谅的？我们不提这些行吗？回家。白杨，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在一起。我不想再吵了，我已经烦了。
我们分手吧。你就是小心眼儿。没事，回家回家好好聊，好吗？我已经懒得说，我不想再说了。你爱找谁找谁，你别来找我，你让我一个人待着，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。干嘛去？哪去？啊？干嘛呀你？哪去？我告诉你，我刚见着他了，就那男的，我见着了，他跟我说对不起。我告诉他，别他妈跟我说对不起，我希望他一辈子在监狱里别出来，就关那儿，知道吗？怎么着？一说这男的心疼吧？你瞪什么眼？你还咬牙是不是？我知道，一谈他，你就得给我跳脚，干嘛？多大个屁事就要跟我离婚？离什么离啊？那是个男人吗？啊？你以为他会和郑媛媛离婚？啊？他敢得罪父慈林园？啊？你就蠢吧你！别把你卖了，你跟别人捡钱，你个贱人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明天早上起来，你今天说什么话你还记得吗？啊？你说什么人话？当然人话！我和黎明怎么回事？心里最清楚。我们这么像是战友，我下来了才给你结婚。我告诉你，这婚我离定了。我和你一天都过不下去，这流氓，流氓！放开我！干嘛你？干嘛你？流氓给你看！你怎么跟男人打什么打？你打得过吗？你这个蠢货！我是故意打你的，我这么选什么样你知道吗？啊！我怎么刚到公司第一张单子，这么大的单子，我不该有点闪失，知道吗？上上下下，所有人认为我是有关系进来的，说我这么有关系，我和马红啊，我们老板。我们老板说器重我，其实他的试探我，我知道。你，我爸，你们谁看得起我？你们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，所以我一定要做好。现在货他们都到边境了，我压力多大，知道吗？我脑袋他们都崩溃了。你给我老老实实回家去，咱们踏踏实实的，行吗？知道是为什么？不就那金项链吗？是我要娶你，我要报复你，知道吗？我他妈一定要报复你，我特别特别想，但我做不出来。我真他妈恨我自己，我为什么那么爱你？我做不出来。你跟我躺在一张床上，你天天想的是别人。别人，我怎么办？啊！你给我回来！杜鹃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不行了。
幸福就像花期开到荼蘼，爱情留在秋天独自叹息，九月的天气下起大雨，淋湿我的思绪，雨后的花瓣散落一地，把它做成书签藏在日记，时光冲淡往事鲜艳褪去，留下泛黄的痕迹。我们之间的爱情啊像空气，而我依然承受不起，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，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擦肩而过的你，只留下一种痕迹在我生命里。我们之间的爱情啊像空气，而我依然承受不起，任往事在心里不停地堆积，如果你不懂珍惜，思念会过期。我们之间的爱重得像空气，越想逃离却越沉迷，而回忆太拥挤，我无法呼吸，只能拥抱着空气假装那是你，不曾